行嘞，请坐。大家辛苦啦吼！啊，我先简单自我介绍吼，因为今日时间有较侪一些啊，我会使讲较慢，啊无顶一撮吼，拢讲足紧的吼，啊有人讲吼，听无讲介清楚，吼啊，我姓叶，我即嘛是新德州的州长，吼啊，2010年，我伫美国啦吼，我伫美国看到咱即个网络的资料，啊，其实我迄阵看的时间是第六期的时阵啦，啊，我着因为我伫加拿大吼，我身份较特殊吼，我摕加拿大的居民，啊，佮摕美国的居民，就是美国的绿卡，啊，佮加拿大的绿卡，啊，因为迄都毋是当时我，即马知影有民政府吼，迄个物件会使放弃啦吼。啊，但是绿卡的部分，我即马短期间袂使放弃，因为遐还佫有几间啊厝，所以吼爱厝袂掉以后，才有法度放弃。啊，知影这个消息以后吼，啊，我就敢若拢看网络，啊，一直到我伫加拿大10个月移民间刷，我才转来上课。所以旧年的4月，我才转来上课，吼，啊，会继续安尼哩做吼，其实一个原因啦，因为我4月份我上完课，上完课以后，我转去美国，啊，因为我的囡仔伫遐读书啦，伫拉斯维加斯遐读书啦吼，啊，伊就读饭店管理，所以我就规口罩吼，租迄个26尺的迄个货车，啊，甲家具，啊，对温哥华开2200公里，啊，搬厝搬到，即马即个拉斯维加斯遮。啊！我回去美国的时阵吼，我就有咧思考讲，啊，到底要哪去推广这个物件？随时啦，因为我伫美国我无代志啦，要找头路也找无头路啊。因为，英语也唔是介好，啊，你要去找好的头路吼，唔是遐尼简单。啊，但是有两间厝咧租人啦，所以食饭也无问题。啊，就规工闲闲，啊，就敢若你看咱的网络，啊，看，想讲，啊，到底是用啥物方法？因为你伫美国吼，要宣传这个理念吼，啊，足无简单的呢。你讲台湾歹宣传吼，但是厝边头尾拢会当，互你去甲讲。啊，你国外足困难的啊，迄隔壁拢讲英语的啊，迄拢白人啊，伊都美国人。你足无简单去拄到一个台湾人，但迄个台湾人你甲讲吼，伊嘛毋听啦，伊听袂落啦。啊，所以昨咱咧小组讨论的时阵吼，真侪同心拢认为讲要去推广吼真困难。啊，其实啊，个人啊未到这个阶段哦。其实礼拜咱遮上课吼有分做阶段咧，拄啊开始人介绍你礼拜，啊你礼拜你懵懵渺渺，啊非伫咧上课就对啊啦。啊，上完课嘛是阁懵懵渺渺，啊，所以吼足侪疑问啦。所以昨小组讨论的时阵吼，咱有同心嘛，你怀疑讲啊，你钱要对对来，你福利讲遮侪，你钱要对对来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有遮侪职务，啊，咱民政府内底也无人做过官，也无行政经验，啊，真正政权要交予你，啊，你要安怎？啊，所以有足侪遮个疑问吼。但是我甲各位报告吼，我28期我来上课的时阵吼，20几个学员啦，迄阵人无即马遮济啦吼。但是敢若无人听到讲，无一个同心去问秘书长，问咱中央的遮个讲师，也是小组讨论讲，啊，咱摕到政权要安怎？无呢，因为迄个时阵入来上课的人无报纸，啊，大部分有啦，有一部分是靠介绍入来。但是有一大部分是理念已经通啊，是要来遮上这3天的课，啊，摕迄张证书啊，尔呢。啊，但是咱即马渐渐吼，唔知是毋是咱的速度较紧，所以袂符合你思考，袂符合你家己倒去厝去看网络，了解讲民政府到底要创啥？恁台湾民政府伊的理念伫啥物所在？所以昨我简单一段小解说，就是讲。咱的人上完课以后吼，
其实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爱继续读书啦。尤其咱秘书长迄本册吼，迄本你若无读，你来遮上课三工两届，其实你毕业摕到迄张证书吼，你完啦感官吼懵懵渺渺，你嘛毋知影讲，好像也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好，吼。我讲一个简单互你听吼，我上课的时阵，我完啦买迄本册开始看，啊看我就定定转来，但是我发现一件足奇怪的代志。因为恁可能在座各位可能还未开始看迄本册，迄本册我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是规巴肚火，你知毋知？因为你看，你才知影讲台湾人是安怎去用欺负啦，或者系中华民国这个占领军吼，安怎甲你糟蹋，啊，甲你洗脑洗甲你拢真正这六七十年你拢懵懵渺渺，唔知道到底是你创啥，啊，无做无饭通食啦。我看到三百几页的时候，我就来。问秘书长，啊，甲咱遮一挂前辈，奇怪，恁足奇怪呢？我看三百几啊，我安尼叫甲要死啊！啊，恁哪会拢逐工吼，伫遮咧讲课拢欢喜甲安尼？迄一个比一个较欢喜呢？迄旧年六月呢，啊，阁毋是即阵哦？你即摆有足侪物件，咱的身份证拢出来啊，有足侪代志你拢看有啊，白纸黑字的物件你拢看有啊。但是迄个时阵，我咧甲问讲，啊，为什么恁哪会拢逐个遮欢喜？同款啦，我即马咪要甲各位讲啦吼，因为你上这个课，拄啊开始理念还袂清楚的时阵，你欢喜袂起来，你有足侪怀疑啦。但是你开始，你嘛无，你回去有闲，其实吼，我教各位吼，你搁较无闲，我教你一步。你只要开始每礼拜、八礼拜的点半，啊甲三点半，你拢听秘书长的结业式。你用听的就好，你可能你厝的，你就把电脑拍开，吼啊，你嘛使听过去的嘛，你无一定爱听现场的 live 的迄个部分嘛，你就电脑甲拍开，啊，你就哪做家事，你厝的你哪听嘛，我你讲听久，你就知影讲吼，会愈听吼，迄毋是食迄个乌鸡丸，你知影吼，我毋知迄要哪形容啊，你就愈听，你就感觉讲，哎呦，够有影嘞，真正嘞。哦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是大概予各位知影，即个我是安那过来。哦，啊，我今日要讲的即个地方吼，我用我个人吼的经验吼分享予各位啦。啊，我毋是老师，我今日是对无做到即阵，袂使讲即嘛有啦，是对无完全无的物件做到今日。啊，各位，你今日。会当听我讲完，你把这个物件先听起来。你若有需要，你后一届，还是今日有早随身碟，你去后壁去甲 copy。你若真正有心，咱讲做功德啦吼，咱咧宗教拢会讲去做功德。咱甲即阵开始，甲九月初八这段时间啦，台湾人定咧讲吼，要插花插进前啦。甲九月初八吼，凡事吼连你要。连你要插花都无机会啊啦！为什么？因为这段时间是咱一个关键时间啦。咱有法度用这支嘴，用一挂简单的资料。歹势，好，我，因为我有准备资料啊，放你车顶，袂记得摕起来。我等下，我再个分给各位啦吼。就是讲，这个物件是我对。无甲有的过程，我毋是专家，我毋是读广告的，但是我有心啦，我会使做毋到，分完以后，阁继续阁做新的。首先，我要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吼，啊，恁只要把这个故事记好清楚，这个故事内底吼，拢总吼有六十几年的历史啦，就是当时大日本帝国战败以后，甲顶个月啊，甲顶个月六月三月十三，才有一位日本的自卫队的中将，吼、哦，伊问出来迄个问题啦，问出来迄个问题才知影讲吼，台湾甲日本的苦难是安尼形成的。啊，我先讲这个故事，给各位听，真紧。啊，你若会当吼，你嘛记起来。啊，你若袂记的，你会使转去调。我上的课的这个直播，我故事拢无变啦。故事是安尼啦吼，
就是伫三月十三的时阵，咱只有办一个日台精英啦，就是日本有十三个大学生，即拢日本的大学生，啊，甲四个奥利桑，即奥利桑其中有一个，这位叫做大川康夫，即个奥利桑，伊即个人伊是日本自卫队退伍的，伊经过三天的伫遮上课，我咱坐伫遮咧上课，上课煞。咱要回去，伊最后一天要回去日本的时候，咱家有开一个座谈会，就是咱昨迄个小组讨论迄个引导，吼、哦，伊站起来发表一个问咱秘书长一个问题啦。伊讲，伊做日本的自卫队，吼、哦，二十八年，伊来台湾超过十摆，伊自认，即卖台湾人甲即卖日本人足尊敬天皇，啊，歹势。讲唔对，作尊敬李登辉啦，吼、哦！而且即卖台湾人要求是维持现状，为什么你台湾民政府你要甲中华民国规个安尼甲乌蛋掉？吼、哦！安尼问，其实真严肃个问题嘛，吼、哦！秘书长安尼回答，伊讲这六十八年来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甲他要求两件代志。一个是公平甲正义，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袂到，而且顶礼拜哦，伊讲顶礼拜就是迄个时间的顶礼拜，伊讲顶礼拜美国甲咱讲一个秘密啦，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去予人做记号啊，在座各位知影做记号的代志无？有人唔知无？张龙知啊，啊好我。人才知吼，当时阮来现场嘛，真侪人有摕迄张身份证，或者日本人看，互伊用望诶。即日本人感觉讲，足不可思议诶，哪有即款代志？因为迄只有诶字，你讲要反伪，信用卡反伪变怪后山嘛嘛爱看有啊。迄、那个变怪吼，啊可能爱摕放大镜吼，啊佫爱角度才看会出迄个字嘛。迄个是你做记号啊，啊无迄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无你就用较大字的，啊，我用透明的，迄连扫描都看无啊。佫继续讲，伊讲啥物是维持现状？维持现状就是予即卖的，予本土台湾人继续做中国人的奴隶啦。啊，这毋是重点，重点来啊。秘书长讲，恁即卖日本的苦难甲阮共款，这只大条。伊讲日本即摆苦难甲咱共款呢，因为其实伊来遮上三工课，伊知影台湾人确实苦难，因为苦难伫倒位，你知无？当时大日本帝国战败的时阵，爱赔偿嘛，啊，结果咱抓头抓尾拢无看到伊赔偿啊，恁敢有看到伊赔什么物件？无呢？但是有一项物件咱咧赔呢，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。其实当时应该讲较简单的就是三个兄弟啊，大汉后生，即马即个日本，第二后生琉球，第三后生是台湾人咧，台湾即块土地咧。啊，结果逐年吼，咱拢去甲买无路用的武器，一年拢千外亿咧，这已经赔几落十年啊咧。即马我认为啦吼，即马的日本有一天若知影即个历史的即、這个。这悲惨的故事吼，我认为讲，因爱古爷遐甲咱摆才对，你知道？因爱咧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吼，伊敢有记会记得讲，伊还佫有一个小弟啊，伫家里受苦受难，因爱唔安呢？但是这个物件早晚历史会还咱一个公道，迄无要紧，啊，都艰苦遮久啊，哪有差啊？佫一两冬，吼，这早晚历史一定会还咱一个公道。所以，伊讲为什么哪会共款？开始讲啊！因为当时大日本帝国战败的时阵，甲联军啊、美军惊伊讲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，因为当时的日本的大日本国的迄个武力是足强的呢，伊有在条开军舰、航空母舰，安尼跨过太平洋去遐甲轰炸呢，迄毋是遐简单的代志。伊为着即个大日本国再度搁去互伊发威起来的时阵吼。伊怎啊甲四分五裂，用五马分尸啦？安那分我分互你听哈。北方四岛吼，叫苏联甲占领。
正手边的这个琉球联合国托管，倒边这个主岛韩国顶头遐设立岛，李明博有登岛过吼，迄粒韩国甲占领。即卖的日本联军、美军家己亲身占领，南边叫蒋介石来占领，怎用安尼五马分尸吼？怎拢甲分分出去？一个目的就是袂歹，阁予大日本国再度崛起，理由干那安尼啊尔。当时伫即卖日本，美国人甲安排100万的韩国人，伫台湾安排200万的中国人。伫日本的这个100万叫做左派，韩国叫做左派，啊，伊若尊敬天皇的叫做右派，啊，迄若尊敬甲吼，可能照时间去拜迄款的吼，迄叫做极右派，啊，这拢是美国的下底操盘的，这100万的韩国人，甲200万的中国人，掌控这两个地区的政治跟经济核心，各位，你想看卖？这60多年就是安尼来的，所以这个中将听到这句话以后吼，迄目睭规个拢吼，真正讲吼，一里通万里铁啦，哈！伊怎啊？佫请教咱秘书长一个问题。伊讲，伊是请教，伊是王请教啊。伊个甲头一届咧问问题，迄个口气是无啥共哦，头会较软安尼问哦。伊讲吼，我请教咱秘书长一个问题，因为。伊知影秘书长一节3天的课程内底，伊有去讲到讲，伊有看到足侪美国的机密档案，这是日本现主席的日本人伊唔知影的代志，所以请教咱秘书长讲，因即马琉球的问题，甲美军当有冲突，永远拢无法度解决。因按算讲，日本的一寡遮个内阁也好，遮个学者也是民意吼，认为讲后一个阶段要去联合国要去遐抗议啦。伊咧请教咱秘书长讲，这个方向对啊唔对啦？秘书长讲唔对，方向就甲讲唔对，答案是虾米货？因为琉球的问题是伫联合国成立之前发生的，啊，你去找联合国，那怎要插你？你应该去找美国抗议才对啦，因为普天间基地是美国甲租的嘛，啊，你既然要租人99年，搁99年，啊，你要敢抗议啥？所以吼，这个中将吼，伊就讲吼，伊来这4-5天，伊感觉伊得到的迄个物件吼，真大，是以前伊安尼拢唔捌听过。伊即阵回去，伊会去甲伊个学弟，伊以前的部下去甲讲即个代志，互即马自卫队知影讲台湾的台湾甲日本的关系，啊，日本甲美国的关系，吼，去用砍遐久的历史啊。而且伊会去甲即马因的国会议员，啊是即个内阁去甲说明这一切，所以伊感觉讲伊来这一次的迄个行程，伊感觉足有意义的。哦，啊，我就较袂晓讲话，我无法度去用较水的迄个形容词吼，去形容这件代志。吼，这个故事我以进前几遍我无讲这个故事啦，但是要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，就是我感觉我自底开这个课主要的目的是一个目的，我认为咱的上课的中心吼，基本上对法律足了解，我要帮助你。用简单的一个工具，予你安尼提出去外口，你免讲甲大家安尼转来拢嘴大啦，拢讲我烧声啦。我要用一个足简单的小张的传单，啊，予你提去本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本的时阵，你都免安尼大家讲，你只要按图说故事，吼、哦。伫20分还是30分，都对方都认同啊。我是这个目的，但是我经过2-3次小组讨论以后，我发现就是讲，敢那唔对呢。敢那咱上课的学员对这个对家己迄个信心，敢那还袂产生啊？卖讲要共讲啦，连说服家己都唔敢说服啊！所以我昨我有甲小组的成员分享一件代志，讲卖讲恁啦，连我家己的亲小妹啊，上2次课，你车顶甲我问讲，
啊，恁都无证明的资料啊，也无白纸黑字啊，我甲印光吼，啊，恁若无读书吼，你莫甲我讲啊，啊，无毋知要安怎讲啊，那今日换到你，你要安怎？咱已经上课上两届啊，我因阿兄呢，我也袂害伊啊，是干那安尼袂害伊再来上课。伊毋是讲伊听完了伊捌啥物物件，但是迄我甲我认为讲无要紧，为啥物无要紧？你知无？咱摕到证券，其实有足侪事务官啦，啊，你著甲迄个代志，你著甲做好就好啊。顶头的命令，因为你长期拢咧接受命令的嘛，你只要知影讲迄个位袂歹。这个职务你会下，你有你的专业，啊，你就继续做好迄个代志就好啊。吼、哦、啊，你就确定讲我就对着人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政府就是确实我要爱，啊，你就继续，有一天你就清醒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今日来上课，尤其那是年纪较侪，我跟你讲吼、哦，有一个好处，你袂当讲吼。你袂当讲啊！我着年纪都已经六十外、七十外、八十外，但是你爱知影，你今日坐伫遮上课，无你嘛低音你会惊顺，为虾米？你今日上完课，中央也好，恁的州长也好，伊捌你啊！啊，这个各国都遮台湾心遮浓厚，伊的囝儿是说，经过伊教遐侪几啊十年、二三十年、四五十年、六七十年，伊的囝绝对优秀的嘛。迄个时阵有可能，伊即卖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伊可能袂当来上课。吼、哦，人伫国外，也是人即卖伫中国，你变来上课。但是你来上课上完以后，较接参与的嘛，较接参与咱的活动，互州长捌你，互中央的遮大神吼、哦、部长捌你，知影讲啊，你这做头壳底的物件，真正拢无遐中国赛。有一天。咱真正欠人，足侪职务需要人，咱当然会找咱这同事，讲你介绍什么人？啊，这阮后生，这阮阿伯后生，这个自细汉我带大汉的，操守绝对无问题，有这个好处，吼、哦。所以来上课，你莫想讲哦，我的年纪较大，我逐项拢头壳清楚，我干那剩脚吧，吼、哦。这个部分吼、哦，我认为讲不用，免去考虑这個。啊，年纪较轻的。真正足福气啊！你这个时阵会当入来吼，迄唔知讲几代烧好香，我甲你讲，连我都唔敢想啊！我今年五十岁啦，啊，我都已经五当前都已经移民去外国啊！我哪有想要阁转来？我都甲阮囝讲吼，我系公阿妈吼，哎，国外都无你请，无你公阿妈，我系公阿妈，我一代我系处理掉，你免烦恼。后边哦，恁爸恁母啊，哪做得好吼？啊！你著甲我相片炸下，带你走就好，吼、哦！啊！你拢免拜啊啦！台湾人遐敖拜，全世界都我台湾人上敖拜，啊！拜到一个社会安尼乌乌落木者，敢无影？啊！毋是讲我对因对这个宗教较迄落啦吼、哦！啊！有影啊！我讲的是事实啦，真正全台湾真正上敖拜，啊！拜到吼、哦，这个社会安尼。即拢人挑工互恁拜咧，拢挑工甲你讲爱拜爱拜，有啊，因为你政治袂靠的嘛，啊，你政治袂靠的时阵，你当然求迄个茶堂啊，上无吼，跋杯跋落讲，明仔爱开始要哦爱招偌济人，啊来北港妈祖，啊来创啥物货，上无大家有代志做啊，吼、哦，啊即安尼吼，无应该安尼啦，我顺续回答昨昏一个同心问的一个问题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伊咧讲。咱也不爱跟民进党结合啦，吼！我嘛想，我相信大家嘛想嘛，借力使力，啥人袂晓，啥人袂。问题你爱想一件代志吼，我安尼解释，可能你再去思考，各位去思考去思考这个代志。民进党你会当甲设定讲，伊是一个公司的组织，因即马大家拢有头路啦。啊，咱嘞。咱是一个使命感。民进党早前这些人要入去民进党的时候，大家拢有使命感。伊的使命感若无提出来讲啊，足大声，是啥人要互入去？啥人要选票要互伊？但是即马伊这间公司都还袂倒哩。啊，你我问你啦，你的后生还是你即马上班的工作，你都感觉袂歹咧？
啊，你到需要讲，都袂歹，我即马来找头路。啊，万一互阮即马头家，我的主管知影，啊，无讲远。哎，你心无伫阮遮，我有听着讲你隔壁因公司应征啊，同款道理嘛。因今日要过来，除非因顶头就已经知影讲，啊，对，咱拢无机会啊。哎，啊，紧啊，恁家己爱准备爱找家己的头路啊，因为咱已经几啊年无趁钱啊，吼。啊，伊即马就阁有钱赚，伊即马经费都拢阁有诶。伊为什么都爱换头路？啊，无你会永远想无啦？为什么讲啊？因遮人以前毋是甲咱讲，因拢足有本土心，因拢爱足爱爱台湾。啊，那拢无人要来。啊，因遮人即马有头路啦。啊，这是一种想法啦。佮另外一种想法的人吼，就是讲，有一挂人无头路。但是咱嘛知影讲吼，因对台湾的迄个心吼。足疼痛的，但是我跟你讲吼，唯一的不同在哪里？这阵人伊的头壳内底无这个主权这个问题，伊认为台湾人有主权，因为几啊十年来，因的教授、因的党主席，还是讲因的什么足对政治足了解的一个老师，伊有可能迄套理论，长期你可以的头壳内底就是堆这种物件。其实，所有台湾的即卖的在野的，即个政党，伊拢认为台湾人有主权。啊，即个物件吼，天甲地啊，你知无？台湾人若有主权，迄个角度是无同的。我讲一个足简单的，互恁听吼。去年的年底吼，波多黎各因公投啊，公投讲伊要做美国的51州啊，啊，呾死啊，啊，呾要安怎？波多黎各是美国的海外未合并的领土，我相信各位拢有听过吼。伊西班牙战争1898年，伊摕到这块殖民地，西班牙的殖民地。你知影吼？当时伊摕到这块殖民地吼，我一个月前我有去查，因为我都多等下介绍足侪钱吼，恁看吼。我对钱较有兴趣啦，啊！我相信大家若看到钱吼，目睭啊会大泪啦，啊无就甲当作迄是古早钱啊。伊对1898年占领开始，伊就开始用美金啊啦。那准讲因这阵人，我即下用比较的啦吼。那讲因这阵人，伊认为台湾人有主权，咱即下我相信各位吼应该足清楚，有人无相信台湾即阵啊，阁是美国军事占领当中无？有人无相信无？那无相信，举手，迄无要紧啊。因为无相信，你才上两功课安尼，哪要紧？有人知，有人无相信，讲台湾即阵还阁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无？有人无相信，安尼表示拢相信。哦，即马知啊好。啊好，台湾甲即阵阁是美国的军事占领。如果台湾现在有主权，啊，甲波多黎各有共无？共款嘛，无毋对嘛吼。但是倒位毋对，为什么人伊一开始，人伊是用美金呢？啊，咱台湾嘛是美国军事占领，委托个蒋介石来管理安尼啊。啊，蒋介石阁是流氓政府，啊，流氓政府家己袂当印钱，而且早前遐个台票。是台湾银行印遐个台票，迄嘛毋是中国印的啊，迄嘛是美国替印的啊。顶头印新台票，顶头印孙中山迄个啊。如果波多黎各跟台湾一模一样，但是会记得哦，波多黎各因公投会准的原因是，因为伊的主权伫因，因为伊当时是殖民地嘛，伊的主权本身就伫波多黎各顶头啊。啊，遮个在野遮个人拢一直讲。因有一套理论啦，啊，为什么伊一套理论永远走袂出去？原因就是出伫主权遮。台湾这个土地无主权啦，主权阁落伫人日本天皇，所以你这么奇怪的代志。结果我甲你讲吼，为什么台湾先啊袂互中国摕去？我等下迄资料我大概讲，啊，等下阁因为时间有我会阁重复一解，吼，就是讲台湾这个土地。因为伊的主权是伫日本天皇的手头，伊会摕到
摕到台湾这个土地，因为马关条约摕到台湾这个土地，伊有照国际的这个法律，要对殖民地经过国际的法律，安那变作伊的领土，这个过程拢有照起工咧做，所以伊因为伊有安尼做，所以变成大日本帝国天皇的领土。波多黎各就算因家己公道，讲我要做美国的51州嘛袂用的。为啥袂用的？因为波多黎各的人即马佮你讲西班牙文，因的人佮你用西班牙文啊，西班牙文啊，吼。伊要做美国的51州，手续不完备。伊若要做美国的51州，也许啦，吼。因即马已经有迄个意愿，因讲伊要做。秘书长，你甲咱讲一件代志，你要改变一个国籍，你要意愿、自愿、合法。伊即马伊公投完，伊有意愿，伊嘛有自愿，但是不合法。伊兼迄个方面化迄个过程，伊个人爱开始讲英语，伊个人爱开始说美国姓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才会当变做。所以你也看，你用波多黎各甲台湾安尼做比较，第一，你都法度看出来讲，目前即个在野党诶，包括即个国民党诶，即个人伊咧讲诶迄个物件，唯一的差别就是主权。啊，我等下等下要互恁每一人一张迄个物件，迄顶头就是你讲即个主权。啊，我拢无哩，顶头拢无哩，拢干那图案。所以足好解说，吼，因为已经用真好用啊啦。我甲我好用的物件直接就好恁啊啦，吼。啊，我即马开始来讲吼，阮拄啊开始吼，拢无办公室。即旧年的11月的吼，拄啊开始，阮伫三林埔捷运站，我啊甲一个黄大哥拄后来，啊毋知走去倒。阮两个人吼，徛伫捷运站吼，安尼徛偌久呢？你莫以为讲，干那你一个人，干那你两个人，干那你三个人，感觉真孤单。咱的办公室就是对安尼一个、两个啊，徛伫遐徛一个月啦。暗时啊，7点到9点啊，因为我嘛不爱分坐啦，因为迄传单足贵的啦，迄传单一分哦，啊个寄三支哦，差不多8.5角。迄我那大家寄付出来，安尼直直分伤济，我唔甘啦。啊，但是嘛爱分啦，我要持续。要予对面的菜市的人，因为我去菜市也有去扫一届。你扫一届，大家会印象讲：啊，你敢政府？你敢政府？啊，你若政府哪样无办公室？你若讲你政府无，你嘛户政事务所？啊，你拢无啊！所以我资料予你，我摕我的身份证予你，我甲我的户口草本拢予你，户籍成本大拢予你。啊，有一天恁台湾民政府若失败，啊，我毋着拢全部去用228去。所以伫这个过程吼，我感觉阮足辛苦，但无大无做袂使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阮徛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这中间，阮老去菜市啊，宣传车嘛拢有走哦，这宣传车拢有咧走。但是吼，宣传归宣传啦，咱今日唔是一个商品，我咧开咖啡店的啦吼。我会晓做这，就是因为吼，我要来人客，所以我家己学，我拢去做折价卷，相片家己翕。啊，无你叫迄个做美编的公司足贵的，啊，伊做出来伊感觉满意，咱感觉无效果，所以吼、哦，最好的服务就是自己来，吼、哦，你若要做到你认为上满意，你会当你就家己来做，啊，所以所有的文宣，这个物件，这种简单的啦吼、哦，在座各位，你若要去发挥想象力，你若要发挥创意，我即马。估一个来给你看，我的文宣吼，会使一礼拜我就换掉啊，一礼拜就换掉啊，一礼拜就换掉啊，因为我不断的去尝试从失败中学习什么是可以用的东西。因为咱内底无专家，专家到即阵，因公司也未倒未来，吼、哦，第一也未来进前，咱家己爱做，就算讲你用足简单的电脑拍哩拍拍去影印，迄嘛是一个传单呐，但是咱是政府。所以嘛，袂使做伤啰嗦，所以安尼吼，啊，这一张拢7-8角银哦，拢双面的，拢150磅的纸足高的哦。迄阵我那无少成本都甲结落啊，想讲即届落可能成功啊，即届落阁成功，要是要10多摆拢也袂成功。所以吼、哦，慢慢落爱较俭的纸吼、
我等下互你呢吼，是干 A 四剁一过安尼尔，也较欠的，因为这一张太贵的，啊，枪支也用要打伊啊，哦，拄啊开始吼，咱开始用的时阵吼，咱甲讲吼，政府要换人啊，我讲这个政府要换人，互你笑吼，今开始啦，我用政府要换人的时阵吼，谁用上好，你知道？宜华东用上好，无够咸啦。甲我讲，这安尼政府要换人，甲我讲无够咸啦。啊，我但是我伫三零埔吼，我甲你讲伤咸啊！伫三零埔这个所在伤咸，我讲就互你听。我伫分传单啦，一个太太带一个囡仔，因查某囝差不多小学安尼啊。啊，我着分一张传单互伊，啊，伊着接着着拄互因查某囝，啊，伊着安尼行，一直行。迄个查某囝仔看到迄个政府要换人啊，我头甲看。伊阿雄雄哦，伊讲你个大人哦，你头唱白，这边哦用梦实现的，敢那秘书建设公司吼，真水。啊，这寄起来，这个都后边嘛，伊寄起来，寄三寄，寄起来后边都后边。你讲吼，恁这里无政治的，安尼搞骗阮这囡啊？你看，这冲击性有的所在地区吼，像无到接受，尤其你接近中国城的所在吼，啊，你若较南部的，我想讲吼，台中应该是真好啦。真好用啦！结果咱台中的东西嘛，甲我讲，迄吼，迄卖用迄啦，你用迄吼，阮现有的吼，这人吼，会惊走去，伊嘛惊啦，伊嘛惊你用安尼伤过咸啊，吼！啊后来，唔着甲秘书长讨论，啊卖去甲吓啦，咱就甲讲美国军事政府要你卖啊啦，但这个物件效果就无好，下个啦吼，无够咸，佮无够正。哈，咸的足好用的，啊正的所在感觉，敢那啊，所以这个用无话，用印钞都万外张都结束啊。啊后来吼，我拄好甲各位讲，就是讲分传单而已，分这中间佫足济啦。因为我安尼若摕来办吼，迄有够济，迄足济啦。恁若要来，我拢会使互恁参考吼。后来就是讲，我拄好甲各位讲，因为咱哩果菜市场拄到一个。差不多40岁人，甲我印一句话吼，我雄雄切一个，就是我拄啊讲的，恁若失败，啊，阮去用228要安怎？所以吼，迄阵就开始计划讲要来租公司，啊，迄阵的公司是足感动的代志，都一群人出钱，啊，欠560万，啊，去开一间办公室，一间，吼。伫三零埔中心路五段，拄好伫光复路口，啊，因为伤细间，所以咱甲结束。啊，即马公司吼嘛结束啊，钱拢分分转去，钱无开着啦，拢去分分转去。啊，大家就是安尼，你拼。哦，啊，即马即间就是拄好迄个搬来遮，即个伫三楼啦，拄好伫纵贯路台一线的路边啊。吼，啊有闲，你若讲南埔啊是宜兰也有闲。哦，起来台北，然后起来遮坐，这楼顶有150平，真大间啦，比遮较大间。啊，这个是开幕以后吼，开始改变啦，改变啥物物件？因为拄啊开始吼，我昨咱有同心咧讲吼，拢甲迄个福利啊提进前啦，吼，但是你想好无？你今日若无用物件来甲声，我感觉连听都不爱听啦。我甲你讲，啊，但是声来啊啦，你甲声来啊啦，伊甲你讲吼，啊，你都摕袂到证券，你啥物拢假。吼，啊，各位看要安怎？我甲你讲吼，我随时拢咧动脑筋，讲用啥物方式吼，甲声入来，声入来以后用半点钟的时段转好死，伊也袂阁怀疑啊。这我要爱，这我要爱，所以我随时拢咧做这个代志。尽量就是讲，伊无，我问各位啦吼，迄假报遮尼济假报，你头一个会想要甲假报迄张抽起来啥物物件？我问各位啦，卖假啦，吼，搁较好个人吼，一定去抽啥物物件，你知无？去抽迄个顶头折价有折价券的啦。这人的心理就是安尼，你得较好个同款，我看足济好个啦。我讲一下给你听吼，我伫温哥华住三冬，我的同学吼，因为台湾人即马去足少个，拢阿六啊，
迄阿那足好个呢，迄一间厝拢三四百万呢，美金呢，几亿个你知唔知？啊，开拢开好车，但是伊甲我做同款呢。我住伫温哥华，真接近美国个边界啦。我拢去买啥哩？知？我去买米、买牛奶、去加油。虽然我住伫美、住伫加拿大，但是我的物件吼，那俗个物件，我拢走去美国个 Costco 去买 Costco 啦，吼。迄俗足济啦，迄油吼差不多1.5倍啦。伊安尼过一个边境吼，你加拿大这边差不多1.5倍美国个油钱啦。结果安怎咧？遮好个人同款，嘛是同款，跟我安尼开车去平买。我跟你讲吼，所以吼，为什么一开始因为我生意人，我会用这个诱因，迄、那个五项个啦，咱即马讲个迄个五项个，迄个18岁以上啦吼，65岁遮个物件。啊！但是这个东西吼，就我拄仔甲你讲的，我想入来啊，但是伊未得住啊。伊讲你无可能啊，你做袂到啊。所以后来我的策略改变了，我无安尼做啊。我感觉用一个角度来去，各位会使思考啦吼。恁拢是未来的行政人员，而且是足够阶层的哦。吼，动一下脑筋啦，用什么方法会当甲这个人拢唔捌的？路边啊，靠一张传单，甲写入来，用半点钟的时间，甲解说，伊马上会当认同开始办身份证。啊，这你搞，迄，这个麦克风换你个，我跟你讲吼，我甲即阵一直咧做这件代志，我嘛咧发掘这款人才，有啥物人我都做安尼，迄就是咱的公信啦。啊，这个经验咱再分享给每一个人，和每一个人拢得到你60%的功力。40%的功力，甚至80%，甚至超过100%。我感觉这拢足好诶，因为咱今日有使命感，咱甲因迄款诶吼，要去上班诶吼，做总经理啦，做迄无共。因当时拢有使命感，但是因为伊有使命感，伊摕到迄个职业，摕到迄个职务，领到迄种薪水，伊袂去换头路啦，放心啦。所以吼，后来就摕一寡物件开始咧讲这个物件。我等下解说这个代志，互你听。但是一概听无，恁个若有心吼，家己爱加听几遍啊。啊，这是甲秘书长伊个遐文字，我做图片啦。吼，我开始用着钱啊，我个文宣顶头开始用着钱啊。我等下有一个放大，我解说互你听吼。但是这张我即马唔敢用啊，因为伤贵，较欠个。吼、哦，这张唔敢用啊！你若有人要爱啦吼，我阁有一半张啊，我会使连讲有机会啦吼。好来，你看啊、哦，我开始甲这个表，伫今年3月的时阵，我要回来的时阵吼，我有一个想法啦，我就是要甲台湾用简单的图表，啊，本来是依据是要做动画，但是功夫无够，咱内底也无这款人才。所以我就用台湾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用图表来解决。啊，这个东西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，我希望各位一定要知道，不然你会同样继续蒙蒙渺渺。很奇怪，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波多黎各。波多黎各已经百多年是美国的海外未合并的领土。欸，那么久了呢？啊，为什么因在因的国内法内底要创一个波多黎各关系法？独伊拉克战败的时阵嘛，无创一个伊拉克关系法。啊，现在独干那台湾去创一个台湾关系法，这无道理啊！这是伊的国内法呢，完全没道理啊！原因伫倒吼？拄啊，伊有讲到迄个故事，就是讲当时大日本帝国惊日本再度崛起。把伊个北边和苏联占领，当时苏联做一个动作，伊把顶头的日本人用军舰甲载登个日本的本岛，视同无人岛。伊同时把伊苏联的人甲刷去遐，甲移民去遐，大久变伊个。迄个时阵的蒋介石，伊中国伊是代替明军来占领台湾。迄个时阵，伊个中国嘛开始34年，迄个时阵嘛开始甲共产党咧拼嘛。我相信，迄个时阵伊嘛有准备要走的，未来要走的地方嘛。所以伊就开始叫联军
比照咱这个北方四岛的做法，甲顶头叫联军讲，甲迄个时阵伫这个岛屿顶头有600万的日本台湾人，你往哪用军舰甲我载走？我到时我迄边若拍输走赢来台湾的时阵，上无无人甲我反对，啊，就无人啊要哪反对？你要哪大？你就因为台湾迄阵的建设足好啊，迄所有的厝遮侪，因迄、那个因迄200万的，我拄仔有讲到200万嘛。迄、那个200万来台湾的时阵，上无无甲人相冲突了，啊，占久就变伊个啊，伊嘛要用这步呢。所以这个物件佫继续佫走，走到中美断交啊。中美断交都要1978年的12月31号，断交民国67年嘛吼。结果你过当年的4月，1979年过当年的4月17日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，对外讲是保护台湾，其实这个是主要是要让迄个200万的中国人继续伫台湾。所以你会记得未？迄个时阵断交的时阵，台北市的房地产落价有无？啊，唔知谁去扣的，迄以后再来查，应该是拢中国人扣的啦。啊，伊就知影这个台湾关系法是你保护这个流氓政府继续大，啊，为啥要走？啊，房地产落的时阵，因就扣啊嘛。所以照你讲，即马台北市内底足济当时遐高阶层的，伊的房地产已经足济。伊知影内部的消息嘛，就敢若讲，咱今日咱上这个法律的课程，咱知影。伊外口电视台安那讲，安那讲讲，伊这个安那好谈，安那吼，啊要出卖台湾，我甲你讲，咱拢袂烦恼啊，同款意思。啊，你烦恼啊，烦恼房地产落，咱再来甲买啊，对不？你著甲欠的啊，秘书长讲啊，两年啊，差不多啊啦。所以吼，即摆买厝的人少等的，唔好买。吼，啊，我最近我咧卖厝。因为我跟你讲，都是因为你甲看，我伫顶头拢甲你写清楚，但是你一定爱解释啦，啊，无你有这张图无效啦，看无啦，都是因为伫这个阶段上，美国人的目睭，因迄阵国会咧讨论是讲，啊，即马足简单的啊，啊，你台湾这个土地自底日本的台湾人，已经拢去领伊的身份证，拢改变国籍啊嘛，我拄好甲各位讲，改变国籍要有条件哦，伊唔是哦。蒋介石用一张的行政命令，甲台湾这个土地人改变国籍，全部去领伊国民身份证。差一下话，什么国民身份证你知无？恁知什么叫做国民身份证？啊？我问各位吼，认为国民身份证迄张身份证会使投票的人举手？会使投票啦，你唔是拢摕去投票？啊？会使投票人举手，啊！你拢歹举，这张会使投票人举手，应该拢爱举，你袂使无举，你拢歹举，你拢这张会使投票啦吼，好，这张啦吼，这张是我的绿卡，这美国的绿卡啦，吼，居留啦，这张吼甲公民唯一的不同，不用当兵，不能投票。你这张身份证跟我同款，这张身份证叫做国民身份证，这不是公民呢。公民不再去投票，啊，你拢摕这张去人投票，你投出来迄个总统假嘛？啊，所以美国甲咱判决迄五项，就是讲台湾人目前还佫生活伫政治联合，就是这。你拢摕这张去人投票，等于讲我摕这个绿卡去投美国总统，这伊就无要票给你啊，你去投。这张绿卡吼，伊这防伪嘛做啊足好，你有人要看，摕去参观，会记现话就好啊吼。无我都登去美国啊，吼。所以你也看吼，这个物件吼，伊安尼，因为你去领伊的身份证，所以后来因你台湾关系法咧制定的时阵，啊，这个所在都拢无台日本人啊。既然无日本人，伊就甲武一部啊啦，甲囥在伊的国内法内底。咱2009年。咱判决美国判决，其中一个迄五项，恁家去研究啦吼。其中一项足重要的，美国国务院必须主动协助这一群原告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。啊，但是你成立政府有啊，你无人啊，你有政府无人，你要怎组成？所以就甲咱讲，恁爱开始办上课，各地啊，各地爱开始有办公室，爱开始办说明会。
互台湾人知影讲，我因为我知影过去嘅历史，我正港是日本人嘅后代，我主动讲我要办这张身份证。同款，伊是你合伫意愿自愿合法的情况下，你摕一千块来，我收到，我就甲你送去美国办。所以，咱的41万张，咱的人民是安尼形成的。政府有啊，但是无人，啊无行政官员，因为美国甲咱开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你若做到，我就甲政权摕转来交予你。头一个，当时2006年去购伊迄228个228，迄名单去啊。过来两个条件，要有4000名的受训完成的公务人员，这伊开的条件嘛。啊，咱台湾人就是真正吼，我唔知要哪骂，我唔知实在要哪骂。啊，都人条件就开安尼，啊，你受训完了摕到迄张证书，啊，你来怀疑讲啊，我读也袂晓。哦，这是伊开出来条件嘛。咱拢照起工，即拢直播诶。咱拢照起工坐一只上完课。啊，美国就甲你讲有哦，你有条件。啊，你敢若讲我无迄个能力？啊，来怀疑讲咱到底咱敢有即种诶能力？因为我也袂晓啊。你放心，咱要摕证权进前，一定拢会受训。啊，无你敢会晓编预算？你袂晓。你敢会晓心预算？你嘛袂晓。所以你免烦恼这啦，你著照起工，甲这4000名甲签好有够。哦，头壳莫拍去就好。哦，我讲的拍去，唔是迄个阿达，我讲的是讲拢是中国赛迄种物件，放喺头壳安尼就好。佮另外，爱有41万张的身份证，这三个条件完成，美国就会做动作，已经在做啊，只是你看无。昨我各位讲迄个报纸，人已经甲你讲得遮清楚，啊，为啥你看无？啊，那你也看无，你也反省家己哦。你袂当讲我出去外口，昨可能。一礼拜前规定，开车的人爱安怎安怎安怎，迄报纸已经登足久啊！你予警察甲你抓到，你甲讲我唔知，迄唔知是你的代志。所有的物件拢白纸黑字，拢写伫遐。楼卡报纸迄便所边啊，迄报纸要收，迄开足侪钱了，啊，迄开足侪钱呢。啊，你讲你唔捌看过报纸，啊，报纸伫遐，即句话你袂当去讲啊，因为报纸有登遐尼侪，你讲你无看过。啊，无看过，你爱去找资料啊！你袂当讲你一句唔知啊，万行无代啊，我都唔知。我跟你讲，你唔知有一天吼，伊就插你政治，就是安尼嘛。你讲你无要插政治，你无要去选举，你无要去投票，但是有一天啊，迄个人若调着，伊就管你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原因就是讲，为什么讲台湾伫咱现主是台湾人的苦难？原因就是这，因为恁无人知你是日本人啊。啊！美国讲啊，你这个所在，既然无日本人，也、啊、无人跳出来甲我讲，伊是日本人，我为什么要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？所以咱即马即个，你会记个吼？咱昨个中心有人去提到讲，咱的宣传无够，有啦，你宣传直直宣传啦，啊，你着伊着伊嘛听到啊啦。但是吼、哦，伊的这60多年吼、哦，这个白色恐怖，互伊惊吓，吼、哦，互伊惊吓啦。这咱爱咱徛伫。恁即马伫遐上完课嘛，政务官呢吼，佮后一届佮去班刷，你都政务官。咱爱有迄个同情心啦，因为因即去用洗脑洗太久啊，你爱佮苦口婆心佮继续佮讲，讲互伊有一天听有啦。所以吼，你也看，即、這个所在是美国完全看袂到台湾，即、這个本土台湾人伫遮看袂到，啊，当时看会到，只要有41万张，伊就看到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拄仔开始，我用迄、那个用牛肉甲你盛来，盛来以后，我发现着讲，我用我现有的物件，我无法度甲解释，我就开始用一个角度吼、哦，各位你嘛会使思考吼、哦，假设你的角度出发点比我搁较迄个叫做感性吼，搁、哦、较感动吼、哦，你的速度会足紧，你思考一件代志。早前这些东华啦吼，伊个翁若去予国民党甲弄死，我跟你讲，迄个某吼，伊个票咯，伊就逐项袂晓，干那煮饭，伊嘛第一名，伊嘛高票。台湾人今日同情弱者啦，吼，台湾人真正同情迄个卑情啦，
你家迄个逼情吼，当然唔好，逐工安尼足艰苦安尼会逼情，就是讲，伊真同情迄个弱势啦，吼、哦，台湾人有这个心啦，所以你咱爱今日爱讲道理要听，伊迄个道理伊若听有，伊就感觉台湾人是苦难，伊就跳出来甲你支持。啊，所以我后来我就不爱去讲福利，但是福利拢放喺上后壁。我等下伊认同你啊，我再甲再讲福利啦。所以拄啊开始，我一定开始用安尼。用故事甲讲，故事讲好以后，我也讲台湾人安怎去用出卖，吼、哦、去用出卖。所以你也看哦，咱即马即个新闻前头甲41万张的时阵，美国军事政府伊都爱实施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的军事占领美军家己入来，台湾民政府家己管家己，伫遮。所以咱免压刀压枪，你只要41万张够。伊都爱做合合乎国际化、合乎国际战争化，啊无伊拉克今日是安那七八天就走，哎、欸，我相信唔是伊拉克人甲赶走的啊，是美国伊所有的代志拢完备啊，伊就爱走。我即马讲后一个物件互各位吼，这个物件吼嘛是本的传单呐，干那互你看传单就好啊，吼啊内底字较细字，我有放大互各位看。我即马对遮讲吼，我可能爱讲较紧诶。即、這个当时你战争失败，接受投降，你光辉堂就是中山堂啊。内底有即接受投降有，即有英国、中华民国、美国、苏联，这是你光辉堂内底哦。外口安怎你知无？这是内底啦，内底有美国的代表、英国的代表，即个人看无中文啦。外口迄个排便安怎做你知无？安尼啦。拄啊，迄个是内底用机啊，啊外口甲你这是接受投降的吼，接受投降，甲你改做台湾共和国，啊，这个所在应该是太平洋战区啊，伊甲你改做中国战区啦。我讲各位，你若有这个资料，我甲你讲吼，绝对是人你甲伊讲完了，伊走互你掠个啦，因为这毋是咱这个相片毋是咱做的啊，这拢以前因留落来啊。台湾人的迷思吼，就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干那看这两张图吼，伊都唔是伊的一部分啊啦。你也看，那准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照你讲，日本天皇投降的时阵，台湾爱有两个接受投降的单位嘛，无唔对吧？唔对，就是讲日本天皇投降的时阵吼。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中华民国的一部分。照你讲，就敢那只一个接受投降的单位嘛，无唔对啊吼。啊，为什么有两个？为什么？这个是太平洋战区哦，这个是单屿啊。啊，这个是中国战区的何应钦啊。这张图好用个安怎吼？连迄个外省的第二代都爱走互你列。伊听我讲超40分以后，吼、哦。我要甲讲这两张图的时阵吼，伊讲因老母88岁啊，坐伤久动袂掉，伊爱借便所啊，便所借刷伊要走啊，伊讲袂落啊。你若拄到外省，我甲各位保证，你若讲一句，伊差不多甲你讲10句。啊，你着爱插，你着爱插棒啦。伊拄啊休迄阵又搁补，休搁补，补到最后吼，敢若这两张图，伊着走互你列啊。因为迄毋是咱家己做的啊。你也看吼。这是拄啊，迄张图放大的啦。这50几年的相片啦，这嘛一个美国的国旗。这个郝龙斌吼，甲马英九，这嘛一个美国的国旗。这93军人，去年哦，2012年的93军人节，这嘛一个美国国旗。伊奇怪，哎、啊，因这国旗拢会插美国的，伊拢歹插英国的，嘿，真奇怪的代志。啊，这种问题就拉好，你要甲讲的这个人，互伊家己思考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互伊答案就好啊嘛。笨伤粗啦，个人作业个人担嘛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要传播，你莫爱看传播，伊爱偌济钱。吼、哦，我讲这个故事吼、哦，互你听吼、哦。一个台湾敢若两个政府，一个台湾有两个政府。一个是军政府，一个是民政府，甲即阵拢共款无改变。
我用上简单的迄个讲法讲给各位听吼，用伊拉克八年啊，战败，甲美军离开八年，拄啊开始吼，两国宣战，这是国际战争法咯，全世界无一个例外拢爱遵守的哦。军事政府开始成立，因为休战嘛，这年以后，伫伊拉克伊个军事政府成立，成立了后，军事政府伊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休战。伊甲战败，啥物物件战败？是迄个政府战败，人民搁伫遐嘛。所以伊甲迄个政府甲推翻以后，伊一定爱替当地即个居民成立人民政府。即个人民政府成立以后，为着要让即个地方吼和平，所以伊有国会、国民、宪法、国旗，所有的即个地区的人民会当守法，会当遵守伊的因规定的迄个法律、新的法律，等甲即个地区和平。占领军甲即个新的即个民政府爱签约、签合约，签完合约，即个军事政府都爱离开啊。所以美军安尼八年的时间离开啊。啊，咱台湾即摆走到倒，各位恁知影走到倒？走到遮啊呢？因为美军都还袂离开，哈，美军还袂离开，你袂当用，你无唔着蒋介石是代替美军来成立什么军政、信政，迄拢伊咧讲的。因为你拢甲咱拼，迄当时都唔对啊啦，都唔对啊！你讲，我拄好甲各位你去领伊个身份证，这违反的啦，违反国际法。你一开始都唔对，你后壁讲的拢唔对啊啦。因为咱的人吼，若卖领伊个身份证，咱用咱民政府一张身份证，我甲你讲，伊管你袂对。我上简单讲互你听吼，啊，这你拢想会对啊？宋楚瑜权曾经足大，对不？伊台湾省政府嘛。啊！恁拢无去想着讲奇怪，中华民国拄啊即个汉字，啊台湾省嘛即个汉字，啊差伫倒，差伫台北市嘛。所以迄叫做流亡政府住伫台北市，啊，拄啊台北市是啊。啊，我顺续吼，顺续简单吼，剩十外分钟。五都选举吼，我欠问题互恁较紧啦。五都选举，高雄县变高雄市，台中县变台中市，独哪会买台北县阁变台北市？就是我拄啊讲的道理，流亡政府住伫台北市。伊哪会当安尼甲变大？啊，有一天规个台湾拢变台北市，啊，就拢伊个啊嘛。吼、哦，原因伫即搭位啊。啊，你也看吼、哦，我即马甲你讲即种物件吼，是足逻辑性的思考。恁会使去当落吼，因为即我即张我无印啊。你去影印吼，民政府开始的时阵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过来改名叫做台湾省政府。后来李登辉要甲废省，美国讲无同意。一个地区一个占领地，哪会使无民政府？所以甲动神。咱伫2009年已经告赢美国啊，所以其实咱的民政府已经成立啊，早就成立啊。啊，台湾省政府也不出来再甲咱抗议啊，伊内底无人啊。所以你也看吼、哦，北方四岛甲顶头日本人请走，因移去也无人甲反对啊。同款啊，咱民政府甲即阵已经接轨啊，已经接轨啊，吼、哦，完全接轨，无人来甲咱反对哦。军政府袂使插咱民政。中华民国的台湾地理当局，伊是属于军政府啊，军权啊，对外啦，所以武器做伊买啊，咱也无法度动啊。所以你啊，咱再接过啊，咱讲顶头的军政府，拄啊开始警备总司令部有无？蒋介石伊转进吼撤退来台湾的时阵，迄阵警备总司令部就废掉啊，迄阵就中华民国家己入来，伊就讲伊迁都啊吼，迁都过来，后来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1952年的时阵，伊迄阵就变作代理占领，代替美国来甲咱占领。进前我讲要用分配，伊就是一人分一地。啊，但是到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就代理占领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基于反共，你会记的吼？这反共是幌子啦，骗你去做兵啊，尔啦。这是代理占领，一直行，行来甲当时你知无？这拢基于反共啊，包括中美断交嘛，是拢基于反共哦。因为美国是经济主义的国家，伊的敌人就是共产主义，所以伊只要画反共。所以你会记得吼，咱必须你有甲咱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摕到政权，袂使甲共产党合，我那基于反共吼，同款的道理哈，无变。伫这个一克化签迄天吼。代表一个足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讲这个流亡政府甲本国的政府和谈啊，无要修正啊。所以迄天的下晡，
TVBS 报美国离开28年头一届回来主权宣誓，啊，你有兴趣的人家己去查吼，你也看吼，伊和谈啊嘛。我问你，问各位一件代志，是中华民国去吃掉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还是伊去用吃去？哦，对啦吼，好啊，伊即摆去用吃去，甲吃去迄是共产党呢。啊，美国较有可能佫代理权交予共产党，无道理嘛。用这个逻辑思考就对啊吼，所以伊家己入来嘛。当时要入来，我已经写伫遮，吼、哦，已经写伫遮。啊，看有看会提早袂？这是最后期限啦，2014年明年的12月31号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张文宣我是伫差不多10个月前做的啦，差不多伫10个月前做的。啊，一直用安尼已经用超过10个月啊。这40000块换一块吼、哦，有看过无？你有看过这40000块换一块的公文吼、哦？来，这我即马拢爱用钱啦，因为重点伫遮哈。这张钱等下我会互恁啦。这张钱就是民国，我用民国较好介绍，因为钱顶头拢用民国，我卖用西元啦吼。这民国34年开始占领，一直到民国38年，中华民国变流亡政府。这是中华民国35年的钱啦。我问各位一件代志。台湾那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我拄好讲波多黎各的例，互恁听吼。照你讲，迄天开始，你收复国土啊嘛，你爱用中国钱啊，那会使阁继续用台湾银行的钱？各位，敢有道理？有可能伊会甲你讲，啊，迄阵阮较落伍，阮无钱啊。虽然我甲你占领，但是我无钱啊，所以继续用恁的钱吼。伊可能会当安尼解释，其实我以前嘛安尼想啊。啊！你认为刚才你讲有道理？有道理的人举手，啊，无道理的人举手。啊，你知为啥无道理？无啦，卖我唔知道，我唔迄种古董啊啦吼。我也各位吼，这你一个月前，因为我时间的关系，等我再跟你讲吼。你也看，这张钱，照你讲顶头爱用中国银行啊，他会使用台湾银行。你著甲波多黎各的例，我已经分析互你听，应该用台湾银，应该用中国银行，还是中央银行，他会使用这個。你看后一张，来，这中国银行，中华民国26年印度钱啊啦，伊咧连销的啊。这两张钱就会当证明一件代志，当时蒋介石来台湾占领，代替美国来占领，伊就知影台湾是占领地。伊本身袂当用伊个钱摕来占领地用，因为台湾的主权无，台湾这个土地无主权嘛，主权佫落伫天皇手头嘛。如果可以安尼，甲波多黎各共款啊，占领军用伊占领军去国个钱是对个啊，但是伊无主权嘛。干那这个所在，你着所以讲台湾的地位遮复杂。我用钱讲互恁听吼，恁着一讲就通啊，你用钱你着解释啊。无读较济法律你也读无啦，读较可能拢拄久啊啦。这张钱吼。伫因要战败38年进前，伊咧用的钱啊，37年，一张钱25万了。因迄阵通货膨胀足严重的啊，这种因家己的钱哦，这毋是我用的哦。好啦，啊，这张钱我你看，这已经43年啊。伊拢甲咱讲安怎吼？政府迁都来台，啊，你照你讲，你是合法的政府迁来台湾，38年就来啊嘛，这张43年呢？这张钱是43年的钱呢，啊！你甲我讲你迁都来台，啊！照你讲你要用中央银行，你若继续用台湾银行，啊！而且佫一件代志，马祖这个专用的，佫印啊，佮邓那边啊，这是钱印好佮邓印来呢，这毋是一开印刷版的，无人迄个字抄他的嘛，吼、哦？甚物原因？各位你知影甚物原因？有人发图佮解释原因无？那解释会清楚，你就毕业啊啦来，有人要试看卖无？两个都，两个人，时间的关系，有人要试看卖，为什么要安尼等？为什么要安尼等？我跟你讲吼，流亡政府家己袂使印钱，啊，若流亡政府会使印钱，达赖喇嘛即马去印度的吐蕃，伊家己嘛印钱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你也看，伊家己已经流亡来台湾，伊甲咱骗讲，伊中央政府转进。
什么拢专业你讲的，听拢无。所以伊怎啊摕台湾的钱、美国替因的钱，甲转一个金门妈祖，伊是流氓政府啊！干那这张钱都，干那遮都会当解释讲，伊是流氓政府啊！啊，你讲伊家己留来哦，这毋是咱甲印家解释哦。因即马开始要就地合法，啥物来？有人知影新台票甲旧台票的差别是为啥物改做新台票的无？哈、啊，有人知无？我那一个都，一个。唔对，过来。唔对，我头先以为讲四万块换一块就叫做新台票嘛，吼、哦，唔是啦，伊加当时的日本钱啊，这当时的日本钱吼、哦，顶头拢无上，因为吼拢无上，伊怎啊甲伊孙中山拢甲断起哩？伊甲孙中山甲断起哩，迄阵叫做新台票。我这有请教秘书长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即马要就地合法，唔敢伊无用台湾银行，伊要用中华民国，但是伊甲顶头上拢摕掉，吼、哦，偷食补啊！啊，我即马过来讲这个钱，互恁听吼，这个钱，咱拄啊讲迄两张钱来证明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军事占领代替美国，咱即马用这个钱要证明一件代志，台湾确确实实。是日本天皇经过国际法，一步一步安那对殖民地变作国土。你若是国土，是毋是都爱用拄啊？我甲我讲的，因咱本国的钱啊。但是殖民地伊是中毒，所以伊爱用当地台湾银行去印的钱。因为这个答案哦，我予你，我是先甲题目出来，叫拜托咱的同心去甲我找讲有迄、那个。对1945年4月7日甲8月15日这4个半月用伫台湾的钱无？结果顶礼拜摕到啊！这张钱无啥物意思，这个物件是以早伫日本时代台湾总督府官邸内底用的台湾银行的钱，这几张无遗憾啦。我相信恁啊，等于变黄色嘛变掉啦，但是后壁这张恁就变袂掉啊！你看吼、哦，这个物件吼，是我甲题目出来，因为我认为啦，因为迄刚4个半月，照你讲，当时的大日本国，因为伊是实施国际法，伊既然甲天皇讲，这个土地开始实施日本国的宪法，变作日本国大日本国的领土，我都爱有甲伊用的钱用伫这个土地顶头，啊，因为迄虽然4个半月，但是伊。战败迄阵是因为两粒原子炸弹，向阳肯位才投降的嘛，所以我迄阵我就想讲应该有这条钱，结果安尼找到啊。我等下给恁的传单吼，顶头会甲你说明这个代志。所以一面就是中华民国伊安那来占台湾，佮另外一面就是天皇的主权，就是用这两张钱甲你解释一切，讲用这两张钱就会当证明讲台湾这个土地。在战败进前4个半月，就是日本天皇的领土，所以战争法内底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安心啦。天公吼、哦，真正保庇台湾，真正足保庇的。拄啊差这4个半月，无我甲你讲，即马吼真正会害啦。即马若新闻报啥，大家开始照你讲，即马爱移民啊呢，因为已经要共产化。啊，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部分我无要。我无要解释吼，即个有看过啦吼。即个物件，大概互恁各位看吼。我等下会提互各位看，就是我拢做草名片安尼细细张啊，相片。即种名片的大小安尼啊，即种相片，吼安尼相片，即正面啦，吼啊，即个后壁面，即个后壁面，就是讲渔民伊只要会当出海的时阵吼。出海的时阵，伫外海插这三支啊，但是爱有身份证啦。伊若入港的时阵吼，甲拄啊迄个记得键同款。入港的时阵吼，都甲迄支啊，甲换起来换到中华民国啊。迄套路吼，掠好规台船啊，拢免惊人拍枪，你知无？啊，干那开1000块啊，遮简单啊，吼。啊，后来吼，我咧讲吼，有当时啊，讲好听的。叫袂来，咱也讲好听，伊叫袂来，啊个强悍啦，较紧，吼、哦，用较强悍的啦。你若有办这张身份证，
你袂做，我讲的是真的，我无甲恁乌白讲哈，我讲的是真的嘿。因为恁若有这个档案，你就会使摕迄个档案去印刷啦吼。迄名片足俗的，十盒才180块啦，一千张的名片上面的才180块，足俗的啦。你一千块，你嘛分分到你手酸去，但是180块吼，买两包烟就无去啊，吼。伫美国是安尼啦吼，我若无绿卡，我是外国人，我买厝，经过五年。我趁钱，趁钱了后，伊会用实价，比如讲我卖$300,000，伊会先甲我扣20%，甲我扣起来。等下明年我报税的时阵，看要退我偌济，伊先甲你扣钱。但迄个扣起来钱，无一定拢是伊的哦。但是你若是有身份、有绿卡、有公民的，你卖30万，伊袂甲你扣到半仙，你就第一落地啊，摕走。你要飞出去啊，那明年再来报税就好啊。所以你若无办这张身份证的人，你若拄啊好啦吼，拄啊，我甲你讲吼，民政府摕政权有一段时间，台北城已经足乱的啦，迄房地产已经稀烂咧啦，啊，足侪人要抛售啦。我甲你讲，迄阵你若汹涌去甲卖财产哦，你才试看卖，20%政府先扣起來，诶，迄毋是咱阿蛮，全世界嘛拢安尼啊，吼，因为你无身份啊，所以吼，迄用叫袂来，规气甲恐吓啦。我安尼讲较迄落啦吼，但是我讲的恐吓毋是真正迄落恐吓，都甲吓啦。就讲实情好听啦，吼、哦、啊后即张的后壁面就是讲咱的迄个五项的政策，这是政策，咱毋是政见。咱若摕互这项看的时阵吼，你即张老的，伊无单调。等阮摕到政权，阮若做袂到，你用即张吼叫阮落台，吼、哦、叫伊老的啦，上无伊袂甲你单调啦。啊，即、這个就是迄个报纸顶头，因为报纸，咱即届迄个报纸毋是有甲你讲。法律地位上还是被占领的领土，所以我有把这个时间点写伫遮，吼啊，这是一张啊，顺续甲办公室的地址甲写的，啊，你暗时啊，当时要来听演讲，你就来，吼啊，另外这个天皇主权，就是我拄啊有甲各位讲的，因为你要背遐个时间点足困难的啦，你就导好伊啊，吼，拄啊开始马关条约，但是高山这地无挂，有无？干那挂即块，啊！经过七年的时间，塞德克巴莱恁会记的吼？经过七年，这改十年啦吼！这我拍唔对啊吼！这改十年，十年以后，日本开始实施皇民化，这就是符合国际的标准，爱实施皇民化。我都有讲啊，波多黎各无做这个动作，所以伊安尼先伫战败进程，伊日本天皇的诏书开始政治开始发来，迄阵咱就爱实施，爱做兵，爱参政。哦，啊，这种物件你着提身躯啊，本去啊，着按图说故事就好啊。啊，伊若要去查，叫伊去查，绝对正确的。啊，无咱哪有法度背遐济啦？这张吼、哦、是我礼拜一要用的啦，我先予你看吼、哦，因为阮的办公室下底开一间水果摊，24小时的。啊，正手边阁要开一间超商，所以我希望讲用一个角度。买水果的人经过咱家，看到这张海报，伊当下有迄个冲动，想要来了解，就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会使集思广益，有搁较好个 idea 会使甲我讲，因为你甲我讲，我做成功，我会分享予每一个人。安尼，咱你要摕到正款的时间吼，会当缩短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物件我今日也无做，就算讲咱内底有专家，嘛毋知要对倒一届啊。就算这是错误，嘛有错误示范。有错误吼，咱才有法度成功啦。其实这个我伫外面政府这段时间吼，我拢不断的一直在尝试各种失败的经验。有一件代志啊，我只要吼，我有精神啦，我有迄个毅力吼，失败了我就调整，失败了你妈这礼拜甲我笑，我后礼拜就成功啊。吼，啊你搁继续笑，你上好笑一礼拜，你上好笑笑三天，吼，啊你若常常要欢喜讲我失败是你的欢喜吼，你继续欢喜。明仔我就跳过啊！啊，所以我嘛希望拜托各位，这个物件吼，若有需要，家己去后边 copy 吼。啊，你若有好的意见，较好啊。甲这个字，希望用搁较短的字，会当说明一切。安尼，咱要摕到正款的时间，会一直缩短，一直缩短。吼，啊，我希望讲，我予恁的任何的资料，你若有需要，拍电话找我。吼、哦，我啦，因为我拢有伫中央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去后壁，我等下再甲你讲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咱到这。
请起。今日下课休困。